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两国元首继去年巴厘岛会晤后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晤。Ready, close. Ready, done. Ready, face. Forward.